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、第四段，无方大用。我们看清凉大师的疏钞，略辨十门三昧也用。第一，圆明海印三昧门，华严经所说的海印三昧十义，第一条呢，无心能现，为如来三昧法心平等，立诸名相不加功用，而能显现一切诸相。学华严，学一乘佛法，这个海印三昧的十义非常重要。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设放一切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经，都是依海印三昧，无方大用，这就是无量无边的作用，就是现身说法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应以什么身得度呢？就现什么身啊，应该说什么法呢，他就说什么法。所以佛没有身，佛也没有法，如果有身就不能够啊随心应量了，如果有法呢就不能够应机说法了啊。所以第一条里面呢，就给我们说明无心能现的啊，无心是真心啊，这个无心是说什么呢，没有妄想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啊，是说的是这些。如果再要给你细说呢，那就是无量无边啊，啊，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略略举了一个例子，就讲了十几种啊，没有不善的心，没有邪迷心，没有害人的心啊，没有恶毒心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谄取心，乃至于功高我慢，统统都没有。不善的，善的也没有啊，善不善统统都没有，那就是真心了。
讲到究竟之处，这个无心呢、不起心不动念呢、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呢是无明，就是妄想。所有一切善与不善呢，通通从妄想里面变现出来的。妄想起心动念是个根呐、你果然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恭喜你啊，你真的成佛了。到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啊，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，虚空世界世界庄严呢、全是真心所现啊，就是无心能现啊。真心所现呢，跟无心能现是一个意思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自信本具的本能啊。你看佛在经上讲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这个能现就是德能。相呢，相是所现啊，德是能现，相是所现啊。智慧是能知能觉，这是自性本具的，要知道啊。所以他说发心平等，这个平等什么呢？佛有，众生有啊。众生里面讲的十法界，十法界都有啊。不但呢，这个十法界有情众生有啊，无情众生也有啊。无情众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矿物啊，像植物还是属于生物它有沉住啊，它有这个生老病死啊，动物啊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都算是生物啊。矿物就没有这个现象了，矿物有沉住坏空那我们要问，矿物有没有智慧德相呢？矿物是相，相分。能现的呢，是无心，就是真心。真心具足，能所。具足，能知能觉。所以，没有一法不具足啊，没有一法不平等呐、这个里面晓得，他无名无相啊，相幻想啊。要知道这个幻想不存在呀、我们在华严会上啊，
讲了很多很多次了。啊，有没有听懂的呢？没有。啊，怎么知道没听懂呢？因为听懂了啊，你就入了境界了，你就不是凡人了。啊，至少你也是实性位的菩萨了。啊，实性位菩萨是圣人呐，不是凡人呐。啊，初性位的菩萨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，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，决定没有错误的见解，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看法决定没有错误，圣人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，那也就是说没听懂啊。啊，只是听说有这么回事情，听说有这么回事情呢也算不错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赖耶是一个种子，这种子现在不起作用，什么时候起作用？我们的烦恼断了它就起作用啊，不再执着生生活，这是见惑里头第一条这个见惑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世尊说法为了这个方便起见呢，他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，这第一大类，不再执着生生活了。那么你再想想，他会不会执着我所有呢？我都不执着了，怎么会执着我所有？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，啊，我们今天住的这个房子是我所有的，是不是自身之具啊？啊，这些用具啊，通通都是我所有的。初心位没有证道啊，初心位证道了，这些念头没有了啊，在这个世界什么都随缘，知道什么都不是我的啊，包括身体啊，那什么是我呢？灵性是我这个就对了啊，不再执着边界了。什么是边界呢？我们常常讲的，自己跟一切人事物有对立，这个对立的念头就是边界啊。为什么有我有你有他，我不是你，他不是我，两边的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！什么是正确的？你看看大乘教里面讲，不二法门，不二是正确的，二就错了。啊，众生跟佛。众生不是佛，佛不是众生，这个观念错误。什么是正确的呢？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，生佛不二，这正确的。所以给你讲正确的
你不相信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众生不是佛，佛不是众生，这是正确的。所以凡夫永远执着错误，不知道正确啊。就佛家讲正知正见的，我们的见解错误了啊。虽然读了佛经啊，讲的头头是道啊，毛病习气总是改不过来啊，在日用平常当中依然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你是怎么办呢啊？虽然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佛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，那我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再有成见，成见很深啊。佛把成见归纳为两大类，一个是因上的，一个是果上的啊。修因上呢，佛叫戒取戒，果上叫见取见，全错了啊。那个怎么样才不错？哎，你把执着放下就对了。不再执着了啊，执着放下少分，就入华严境界，就我们讲学华严经啊，你就证到华严经初心位的菩萨。放下一半了，你就证得阿罗汉了。我们这个华严经上讲的六性七性的菩萨啊，那么如果再能够把分别妄想统统都去掉了啊，都断掉了，那你真的明心见性啊。明心见性就是佛啊，在华严经初住以上了。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就是破一品无名啊，正一分化身，化身菩萨，化身菩萨就是真佛，那不是假佛啊。他无明破了啊，也就是说他再不会起心动念啊。眼见色而闻声，鼻嗅香舌尝味，绝对没有起心动念了。这个境界什么叫大般涅槃呢？前面跟诸位说过啊，这是真功夫啊！啊，我们学佛。在哪里学？就是在一切境界上先学不执着啊。那么你要试试离开这些人事环境，你没地方修啊。莲池大师住窗随笔上有一个故事，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啊。他记载一位老法师，也是莲池大师的朋友
住山呢，啊，在山上修行呢，跟这个村里呀、隔绝，不下山呢。啊，多少年呢？二三十年，心地清净的，啊，受人尊敬，啊，有些人上山看到老法师修行这么好，于是离勤法师到城里面呢去讲经，啊，去说法，哎，他答应。下山之后在城里呀、没有住多久，分别执着统统都起来了，换句话说，贪嗔痴慢都显现，所以莲池大师就跟他说，哎，他这个老修行住山了几十年不下山，哎，下山没多久啊，心就动摇了。啊，自己没渡啊，被信徒渡走了。他就问了，是谁呀、哪一个？莲池大师说，就是你老兄啊。一句话把他点醒。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不接触大众啊，你那个定是假的，没有经过考验啊。境界现前呢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烦恼习气通通现行了，真修行。古人说得很好啊，水里面开的莲花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很平常，火里面开的莲花才稀奇啊！火里是什么？经过锻炼的。你在红尘里面啊，充满了诱惑，你还不被诱惑你还能守住清净心，真功夫啊！到这个时地啊，这个大家想想，真难啊！财色名食睡放在面前，能不动心吗？啊，怎么样才能不动心呢？首先晓得是假的啊，所以佛法确实。知难行易呀！啊，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呢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知道事实真相就不会了。啊，那么对于事实真相说的最透彻、最明白的，无过于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他告诉我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无所有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不可得里面，你要得。不可得里面你要起心动念，不可得里面你要分别执着，那你不叫自找麻烦吗？这就叫迷惑颠倒啊！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呢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心永远不动无心。
啊，无心无念的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。那么来到世间呢，你不是业力来的，因为你没有业，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业呢？啊，起心动念造业，啊，无始业的习气都会现前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了，业气消掉了，消尽了。啊，虽有习气不碍事，习气不起作用。啊，习气决定不爱现身说法。啊，他对觉性有一点障碍。啊，就是你觉得不圆满，但是决定不退转。啊，经中讲的圆正三不退。所以在这个地步的时候是决定不会现，就是决定是无现，所以他能现，他能说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在世间，能现能说啊，为什么无现啊？那么在中国出现一个，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活佛啊，不是假的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能现身，他能说法。为什么？他无心。怎么知道他无心呢？你看他说的几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那就是无心啊。神秀大师不如他，神秀大师本来啊，他真的他有一物所以他还有染净，还有能所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啊，只是比一般人淡一点而已啊，没断呢。啊，你看能大师他断了，啊，我们要学要在这上下功夫，啊，这个经重不重要呢？不能说重要，也不能说不重要。没开悟之前，做一份参考资料，啊，这就重要了。悟了之后，不重要了。啊，你想想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，他全懂了啊，他就能给你讲解。他需不需要经？不需要啊。经在哪里？自性本有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，不离自性呐、啊。那么在此地讲，不离海印三昧呀、啊。啊，他真的海印三昧。啊，海印三昧就是自性本定。啊，就是一般所讲的大般涅槃。本来是无心，
本来是无念，你为什么偏偏起心动念？啊，本来没有名相，本来不加功用，这是上上乘法，对上上跟人说的。啊，我们是什么根基？自己要承认，我们是下下根啊。下下根要不听老人言，你这一生哪有成就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要培养，把自己的根性呢往上提升。啊，那从哪里培养呢？老人是佛菩萨，叫我们从哪里做呢？持戒、修定、开慧，就戒、定、慧三学啊！啊，你不持戒怎么行呢？哎呀，戒好难持啊！这一条我做不到，那一条我做不到。凡是你做不到的，都是你的习气。习气是病啊，戒是药啊，这条戒就治你这个病。你要不知不能吃的时候，你这个病永远不能好。啊，不杀生，戒杀生的病。那我没有杀生呢，蚊子咬你，你杀不杀它？哎呦，不知不觉一巴掌打下就死了。啊，走路没有看清楚，地上蚂蚁它死了。啊，还有看到不顺眼的人，心里恨。虽然没有杀他，那个杀的念头没有断呐。啊，受了人家的侮辱，怀恨，啊，要想办法报复，这个都是属于杀生。杀生的范围很广大了。啊，你还会有这种念头？啊，那么佛制定这条戒，这条戒叫信德。啊，你今天所作所为是违背了你的信德。啊，佛制定戒律没有别的，无非叫你说回过头来，回归自信呐，你才能见性。成佛啊，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啊，啊，不许可啊，不是不许可别人，不许可自己，于事处施法里面，对一切人。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有对立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不好。这个念头是边界。啊，是属于见烦恼。那么换句话，障碍你入门。啊，华严就入门是粗性味的菩萨。你就永远没法子证得初心位。就不能对立了。啊，决定不能有控制的念头。那个对立了是属于无明。控制呢是属于
尘沙惑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分别。占有那是执着，啊，这是根啊，无明的根，分别的根，占有的根，这个根不能有啊，要把它拔掉啊。与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，不但没有占有，控制都不可以。你才能持戒，这两个念头没有拔掉，十善五戒你就做不到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教我们要放下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对一切人事物支配的念头，放下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念头，心就清净了。心要一清净，十善五戒自然去做。为什么呢？自性里头的性德嘛，本有的嘛。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。啊，不妄语，不念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自性里本有。只要你把这个啊妄想暂时不谈，就是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就没有了，通通去除了。慧能大师24岁开悟啊，五祖衣钵传给他了，他受了戒没有？连三规都没有受过啊，一次经没听过。黄梅住了8个月是做苦工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古时候规矩是这样的，进入佛门你要想剃度出家了，先跟常住啊做义工5年啊，修福嘛，啊，你不修福，剃了头之后就去享受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？啊，所以我没有出家之前，到这个寺院里面呢去做义工，去服务，服务5年，我修福啊，我服务大众，照顾大众5年。然后我出家才有资格接受别人的，别人对我服务啊！你看这个多公平啊，这个才合理呀！啊，自己什么奉献都没有，一下就想别人来供养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都不是这样实现的。为什么呢？你那个完全违背自信啊，违背心得，那就是自私自利，错了。啊，那么这种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就是你修行的障碍啊，业障啊。啊，怎么消业障呢？服务。啊，我在没有出家之前啊，在家学佛是受了三规，没受五戒，
只说了三规，在张家大师那说三规。啊，我30岁把工作辞掉了，到普里硬烘毛棚，跟灿云老法师学习啊。啊，那灿老法师就是分配我的工作，就是茅棚里面的义工。啊，茅棚很小，连我自己住了5个人。啊，3位出家人，灿云法师、大宗法师、普妙法师。啊，居士呢？我30岁，还一位70岁的老居士，朱金洲老居士。你想想看吧，所以茅棚里所有的工作，我一个人做。啊，茅棚的清洁，啊，卫生，一个人做。我还要去砍柴。啊，水不要挑了，山上有泉水，我们用竹子，啊，把竹子劈开，里面的芥打掉，啊，那个芥子竹子一根接一根，把水引下来，从山上引下来，啊，所以水就不要挑了，啊，我烧饭呐，做厨房。啊，我在山上住半年，就做半年。啊，洗衣服、挑粪，啊，一个人干吗？你一家就一个人吗？啊，山上没有电灯。晚上点小蜡烛，所以睡得很早，8点钟就睡觉了，2点钟起床。啊，起床的时候拜佛，啊，做早课，啊，早课做完之后，我就开始煮早餐。啊，灿云法师早晨这个稀饭，他要加豆浆，啊，所以我就学会了，自己磨啊。晚上晚课做完，啊，就是8点钟之前，把黄豆、花生泡起来，泡一小碗，到早晨的时候了。拿来磨豆浆，啊，那豆浆里面是黄豆跟花生在一起，很香啊，煮在稀饭里面，非常营养。所以我还能做10几个菜呀，啊，有些信徒上山的时候接待呀，啊，厨房我是大厨啊，什么都能做啊。你也不佩服，福报从哪来啊？啊，在利用工这个工作之余，诵经、拜佛。啊，灿云法师要我消业障，每一天规定我拜800拜。啊，早晨拜300拜，晚上拜300拜。在茅棚里晚上不吃饭，他只有早餐，这个中午的午餐，啊，晚上大家都吃。啊，那么中午午餐之后，
拜年拜拜，消业障。我在住半年了，拜了十几万拜呀、啊。啊，所以以后离开硬核茅棚，啊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。啊，于是我就走上讲经教学的这个路子了。啊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住在慈光图书馆，我是慈光图书馆里面的义工。啊，那个时候图书馆里面工作人员三个人。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会做。啊，我们说我们能干，还比不上我们老师。啊，李老师也是一流的大厨。啊，我们只能做十几个菜，他大概能够做一百多样菜。样样内行啊！啊，李老师告诉我，单单豆腐，他就可以做二十多种不同的花样。豆腐席，啊，不但教我们佛法，啊，教我们儒学，啊，生活方面的通通知道。我跟他的时候，老人七十岁呀，啊，我好像是三十一岁，啊，他老人家七十岁，啊，所以无论在家出家修行，你要不是。不能吃苦，不能吃戒，就什么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世尊入灭之前呢，交代后人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所以出家人呢，独立生活过惯了，不会寂寞。啊，一个人能活得下去啊，啊，李老师，他在台中，他是一个人住个很小的房子。啊，他老人家住的房子，大概就是我现在在庞巴地的房子差不多的。啊，和此地讲呢，1300尺。啊，什么都是自己料理，他不让人照顾他，消业障啊！啊，学生那么多，俱疲啊，每一天自己烧饭，自己洗衣服啊，到什么时候才要人才接受别人替他做呢？95岁，95岁的时候。同学要求他在点头答应了，95岁之前都是自己料理啊，这个说什么说明了身体健康，哎，有能力做啊，95岁之后啊，2次食物中毒啊，身体一下摔下去了，接受啊2个同学照顾他。你看以前小房子里面生活一个人干，现在2个年轻人干啊，
两个年轻人不如一个老人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修学成就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。现在年轻人这样的生活他过不了啊，他认为太苦了，他还会有什么成就啊？越来越艰难了，怕苦吗？啊，从小没吃过苦，所以怕啊。我们遇到这个环境啊，生活在中日抗战期间当中，那个生活非常苦啊。所以我是从十岁开始，父母就训练我啊，烧饭、洗衣服、做家事啊。为什么呢？战争当中一下的时候，一个战争打下来可能家破人亡，你一个人要能活得下去，所以要受严格的生活训练啊，你自己能照顾自己啊，这是战争逼出来的。你要不学的时候，谁都不能没法子保障你啊。逃难的时候啊，举目无亲啊，所以自己什么都要会。我们现在把这些故事讲给人听的啊，给自己做做，给大家做参考啊，在生活环境里面培养出大慈悲心的，看到众生可怜的，流连失所。啊，我们自己年轻看到可怜的人，还能够帮助他照顾他，积点福德啊，从小绝学忍辱，你不能忍你就活不下去啊，正在实际环境里面锻炼出来的嘛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提倡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《沙弥律》，这是儒释道的基础啊，你去看看你是不是通通都能做到啊。跟你讲呢，这是信的，你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现在怎么学坏了啊？不是你有心学的，无意学的。为什么呢？环境卧习气在熏习，你每天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啊，长时间的熏习，把自己的善根福德了通通障碍住、盖覆住啊，智慧没有了，德能没有了，相好没有了啊。幸亏总是过去生中有一点善根啊，这一生你遇到佛法，如果不遇到佛法，一直这样被卧习气熏染下去，你来生的前途是三恶道啊。啊，人天没份呢 啊为什么？你打开十善业，中平十善，来生还能得人身。那么换句话，十善业展开，
你把十善业道经念一遍，你自己能不能做到一半？一半没有把握，要做到60%、70%，算是中品。来生呢，不是人生，不容易啊。那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就是你没有更下面的基础啊，那就是感应篇给弟子规啊，这是做人的基础啊。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啊，学习弟子规是学做人，我们本来做人就是这样子，不学弟子规就是不学做人呐。那不学做人呢，那就到三途去了啊，恶鬼地狱出生了，就三途去了。你要不要做人？你要做人就不能不学弟子规，不能不学感应篇，是善业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